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？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。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？商行，那肯定做买卖呗。要让他们相信，相信我们是情侣。我睡床，你睡沙发。延长戏太累，还好默契。你绝对是我如假包换的亲老公。入戏倒是挺快的。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，当汉奸，可惜了。他会不会和我一样，也有潜伏的任务？你猜。我们是两口子，一旦我身份暴露了，你也完了。我要是出卖了你，那我就……我的天，太吓人了！再好的妻子，如果让他一直演下去，总有穿帮的一天。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？撒了多少谎？陈家平多活一天，陆双桃就多一天危险。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。我爱他，但我必须杀了他。不过一场戏，只不过我们演技太好了，演的差点我就醒了。